Hello， 大家好，见到我哋今日攞住扭计式咧，究竟我哋要做啲乜嘢呢？好，我今日咧请到呢个嘅扭计式 expert 咧嚟教我点样扭计式啦。点解呢？因为咧我哋今年嘅铸棚节节目非常之丰富，5779年铸棚节有欢乐丁丁，当然由我丁丁嚟同大家介绍，究竟我哋入边有啲乜嘢嘅节目啦？今日咧同大家介绍。扭计式，好，呢个咧系我哋比赛正规嘅3×3嘅扭计式。究竟咧，我咧阵间会咧将呢依个扭计式扭乱佢先，然后咧做咧就会教我点样将佢完成翻啦。我希望咧就唔会花到太多时间啦。希望。OK。好，咁我系咪可以开始？好，我而家开始了。哦，咁你就攞翻啲油。哦，頭先咪有個位位要替位噶嘛？哦，我有啲明啦，但可能陣間都係好迷茫啊！依家點解？我覺得我唔識係啊！我就扭完啦。耶！即係我咁樣係用咗。多過30分鐘，喂，30分鐘好 OK 啊，30分鐘。但係由頭到尾你係未計2分鐘到咧，係你自己講嘅，一直都係講完跟住珍惜咁樣啫。好，由於時間關係咧，我已經學識，唔係，其實我係學唔識噶，咁就聽咗下啲 rules 咁樣就扭到變翻曬正常式啦嚇。咁我都係應該唔會報依個嘅，應該報唔到依個嘅扭計式大賽噶啦，所以我唔去我哋都係請專家嚟表演啦。好，不如我扭啦，公平啲啊嘛，係咪先？咦，係啦，我哋有3×3同埋有4×4嘅，咁兩粒都要扭曬。誒，係咯，試下咯，睇下你有幾 expert 啊嘛。好啊。即係依家係亂到七彩啦，其實我真係完全唔識睇嘅，但係有角落頭嘅咧，我就會轉開佢啦，係咪？咁就係咪會難啲？其實轉開佢都係一個難度嚟嘅，對我嚟講。OK， 好，好就咁啦。好，計時啦。好，預備，究竟佢要幾耐咧？轉完一個完整嘅，好，預備，1、2、3。都哇！1分15秒，1分16、15秒咁样啦，劲啊！即系我头先系用咗35分钟学整呢一嚿嘢 ，OK？ 好，你系咪要挑战埋4×4啊？但系4×4应该超耐喎，4×4我谂10分钟啊，5分钟啊，好啊，5到10分钟 ，fast forward 啦，一阵。4×4，其實呢條片一定會好快，因為係咁喺度 fast forward， 係咪 ？keep 住 fast forward， 嗱扭完條色完咗，完。好。一開頭就。你 ready 啦嘛？頭先咧係。我可以計下。好啊，頭先咧係1分16秒係扭完3×3，依家係4×4。好，預備啦，開始。喺個 moment 同大家介紹下，歡樂丁丁咧，仲有呼啦圈啦、踢毽啦、跳繩啦，同埋吹號角嘅。咁我應該扭計式今日就我已經放棄咗啦。咁希望大家，如果你真係依啲嘅依方面嘅天才，依方面嘅 expert， 就歡迎你去參加啦。咁我諗我呼啦圈咧會 OK 啲嘅，我哋下一次試下呼啦圈，睇下我有冇資格參賽先。同大家講下依個扭計式嘅參賽方法咧，就係2人1隊，要用3×3嘅扭計式啦，然後用接力比賽嘅方式進行，即係一個扭完3×3嗌
九面都完成咗啦，跟住就到下一個。咁可能頭先做咧係1分15秒咧就搞掂一個3×3，咁可能咧你第二個嘅隊員咧用30秒咧就完成呢個嘅3×3嘅話咧，你都可能咧可以繼續參加呢個嘅總決賽㗎。呢個嘅比賽咧係有初賽、準決賽同埋總決賽嘅。好，我哋睇翻呢邊嘅環境。你玩咗流體式幾耐？一個月，即係你由研究依條依啲公式開始。應該差唔多一個月。我之前應該有玩過嘅，只不過後來冇已經忘記曬啲公式啦，跟住慢慢揾到啲容易啲嘅公式，所以就開始嘅。一個月就可以練成啦，所以咧。這個的初賽是9月22號的，現在今天才是9月4號，所以呢大家還有18日呢是可以練習的，他一個月就可以剛才1分15秒扭完一個啦，練22日可能多翻少少，就可能2分鐘之內都可以扭完一個嘅。咁如果你資質好少少嘅話，應該會再更勁咯。佢嘅目標係10分鐘之內扭曬佢。咁依家係7分15秒。如果10分鐘之內扭唔曬咧，就係挑戰唔成功噶啦。最後一分鐘 ，yes。你捱埋嗰7、6、5、4，唔記得咗。3、2，唔記得咗啦。Yeah， 好啦，要完啦。10分鐘啦已經。10分鐘啦已經，佢咧係今日40%挑戰唔成功嘅，但係咧佢應該係會繼續參加3×3嘅。咁咧，如果咧你想繼續去知道咧，究竟呢個歡樂叮叮咧係會有啲乜嘢嘅環節啦，仲有啲咩參賽嘅條件咧，我哋歡迎你去繼續睇下我哋嘅下面嗰幾集啦，我哋會繼續詳細嘅同你介紹噶，多謝你收睇。Bye。